春风暖心田，我是胡宏源。在我背后的石狮红柱、碧瓦黄墙，就是百年名校哈三中。我的梦想是当一名科学家，用知识造福人类。我还是个爱思考的男孩，喜欢在日常生活现象中寻找科学的解释，喜欢动手操作，对没有现成答案的实验有浓厚的兴趣，流连往返于科技馆和实验室。我做的实验有成功的，也有失败的。失败的，我会去分析失败的原因，并逐一验证自己的判断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获得的知识呈几何倍数增长。丰富多彩的高中生活让我认识到，爱思考是实现梦想的摇篮，而爱实践是成长进步的阶梯。只有思考遇上了实践，才能让汗水和智慧真正的结晶，这样才能够实现当年立下的誓言，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。